这一波的一个爆炸果实，哎、可能成为三国的一个很 Q 又了很难走的一波了。是了，这波我觉得要死了，是了这波死了。哎呦，鼻血已经满了，这个 UZI 嘛。来，先看一下这波峡谷先锋小大招，而且要精英，但是大招被打断了，但是落这个位置直接是被埋伏在后方的小虎给定住。哎，这也这我们这个位置有点深，哎、现在的沙子往这边支，再往这边支援，先用大招拖下人类，但是没有放出二段的大招。你还在往队友这边跑，沙子已经赶到了一个位置，闪过这边过去想踢，这个位置要反打吗？一脚踢金刚银，二段 Q 给的是皮娜的伤害不够，直接往后走，小虎赶到战场，但是大招被打断了，你在这边追追一个参与的标，皮娜的一丝血在用在血量也不在这个，同时正面金刚银也被击杀，毕竟这个位置加入人员往后跑，就是落才进场，落的控制已经没有他的球，第一波五打三，后续的人还来追，小虎虽然倒下，但是 UZI 还在追击，还可以追，可以拉团灭，拿下了四个人头，还有最后一个一脚高速可以走火 A 四，对方有两个人在草丛蹲伏，这一波 UZI 有水势带有闪现，而且先抓出了一个加里奥下不来，杜瑞拉直接被秒，但后面蓝枪想单挑 UZI， 这位置 UZI 有大招操作一下，回身要反打，皮娜的一丝血 UZI 还在追，开始在最后一丝血被 UZI 收掉了，单吃了这一波，金刚已经接过来了，奥恩在救驾 ，UZI 叫闪现在救，还在封阵，还在救，看破不到大招没了，但是 UZI 的伤害更高，我的天，现在只剩下普瑞和 BDD， 小虎在塔后面，这个位置。冰上点关两个人面的门，你怎么走跑不掉了呀，看能不能换小虎，普瑞只能反身一打，小虎还是能拖时间，但是已经被掰掉了，哇，但是一次性一个护盾加子一个金钟罩，绝了绝了，连换五再拿大龙，上来动 UZI 是有水银时代的，所以说完全不怕，开了开了，水晶破掉，还开开的是两个前排，反射说这边的二人大佬控住后排，又在切上去烧掉了普瑞，普瑞阵亡 BDD 原地近身等死，可以有机会一波，可以一波，贺涵现在刚在旁边一周并没有办法进场，这局比赛 RNG 再一次向全世界证明，这才是我 LPL 赛区的实力。二连起来看也走不掉 ，UZI 再次拿下这个人头，两颗门牙已经倒了，现在水晶也马上消失。哇，终于在第四天，我们有一场如此扬眉吐气的比赛，我们恭喜 RNG。想当然是不虚的呀，那个 BCP 就补线去了。啊，这次的闪亮趁机，马扎首先压住一个最飞的男枪，男枪交出自己的闪现，一技能往后拉，看一下身为血量稍微有一点点残，阿姆最后一舌头舔到了这个一线。但是卡利亚这个时候墙壁开过来，夹住了，这个位置没有人走，走到了回盾没有开出来，直接摔到底下，乌鸦拿下 double kill。Betty 跟 UZI 还有一个单挑，但目前 UZI 发现了一个护盾，再接一个平 A， 拿下一个 triple kill。两个中野只能逃跑，最后已经直接起飞了呀，最后 Q 之后还能够在金风山卡卡垫住了，背后没有地方可以走，被小虎击杀掉，继续往前追，或许没有闪现的小虎这波收获四分，两个 AD 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波啊，人突突回来，背后还想走，但卡卡就在后面，后面虽然有一个木金的支援，但是看到一个大招，哎，把背后人头给收下，吞掉了小虎，小虎被突出来会被大嘴所喷死，来看一下上边就是男枪，那就是 RNG 这边疯狂虚虚的时候，就非常轻松。你等于说你的剩下，哎呦，这边正被 A 了一套，赶紧逃跑过去啊！大龙与普通血回血，同时 Let's Be 的正义装已经开过了，打的龙速度非常快，两条普龙。那加上去这边选择稳中求稳，没有选择强 rush 龙，对，一直在往外拉，对，就是打团，打团是最稳的，嗯，但是。还是开团血量太卡利亚，因为大招已经开过了，同时正义荣耀这个 Let Me 的正义荣耀也开过了，对，这两波把闪电狼的大成也有大，可以尝试强大实力，平行一波的运营 FW 这两个车等会更用不上了，就在现在一枪直接大嘴三分之一血就没了，关门推塔，阿木这边的话也很危险，交闪现逃脱，那这样的话这个上路塔应该是打到两个人，哎，杀人了，抬起来了，抬起来了以后这一波只要往前输出就够，先行击倒了辅助，再来击杀了中单，然后圣也没有办法幸免于难，只剩巨魔还有大嘴，大嘴也击杀掉了，这是一波 ACE，抓抓 KO ACE， 然后击破门牙双塔拿下比赛。恭喜RNG这盘本
且在这种压制的情况下，也像刚才可以去支援。来了来了，刚刚不错，对方还可以辅助减速一下，背后扭了一下，扭过，但是被闪现跟上来粘住以后，这躲不了了。哎哎，这里是不是也一丝血？哎呦，这样抗，我觉得。白恩在这边其实可以起到一个太大的问题是伤害上的感觉没有办法进去，但所有人期待起落一波进去，开了三个人以后，这一波是 Fnatic 推出拉手，正面的伤害已经开始打出来了，还有个男枪送在这边一开始跑，欧雷已经在后面的热度给切掉，连希尔在追人的时候还有个加速效果，史密斯丢了一把斧头以后稍微减缓了一个追击的脚步，在 Caps 闪现过墙以后一把球把人给打掉了， Caps 自己也牺牲在 Double Agent 枪火之下，这个大龙等一个 TP 蓝什么不朝外面退吗？也亮一个 TPA 三，现在被堵在了龙坑里面。在等大虫子大招，这边村里面还是想 rush 的，强行 rush， 由蓝方阿拉夫清空了个惩教，将他男枪进去了。小主你的水银和闪现没有在船里面跑，跑得飞起。蓝方先是全部围在当中，赛恩想先行开团，撞到一个前排，自己已经被马尔扎压着，交出自己的水银，但赛恩率先死掉了。卡玛在侧翼没有一个好的切入时机，他并不是一个刺客鹰派的铜墙铁壁，一个人吸收了所有的人的伤害。看一下 XVC 交出自己的闪现，还想继续粘，洛强行顶起了四个人，但是没有办法，自己瞬间被秒。超长的空间直接倒地 ，Team Liquid 击破 Fnatic 基地，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